观众朋友，您曾经听过一个名词哦，叫做这个祈安法会吗？事实上哦，这个民间俗称宗教祈安法会，叫做拜斗。新北市新庄区圣武堂，因为看到今年国内受到疫情影响，人民的健康跟生活饱受威胁，特别这个举办了祈安礼法会，祈求老天爷让疫情赶快远离台湾。今年国内受到疫情影响，不仅民众健康饱受威胁，而且多数人的生活经济也遭到波及，因此新庄圣武堂特别举办祈安礼斗法会，并邀请道士在会场进行诵经仪式，祈求老天爷让疫情快快远离台湾，庇佑天下众生平安无代志。这个敬拜这个天公，咱就是咧这个求上咱的这个天公，一旦呢，比如吼啊，咱这次今年样的这个疫情吼，这么严重。所以讲啊，会当祈求这个乡亲吼，解散疫情吼，赶紧来退安尼，啊，会当来庇佑家天下家也众生安尼，会当来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今日拜道，为着善男信女，大家身体健康平安。至于庙方为何要办理这场法会，其实王道长也说明了主要的用意，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了解。咱新庄圣武堂做咱这个祈安的礼道会吼。咱这个咧道会就是要后只祈求咱只各道首吼，会当来安尼来做这个法会，会当来做这个吼咱这个本命的元神，会当来供菜。庙方透过祭祀北斗星君、南斗星君来为信众消灾解厄的这场科仪，最主要的目的祈求贤男信禄阖家平安，整个仪式简单隆重。记者黄佑贤新庄报道。